欢迎收看大爱午间新闻，我是任嘉珍。再过四天就要迎接2019年，气象局表示，明年第一季的天气形态主要受到东北季风影响，预计气温是正常到偏暖，而降雨量则是正常。不过回顾今年一整年的天气，只有二月和十月偏冷，其他月份都是属于偏暖的状况。至于呢，在周末有强烈冷气团报道，北部低温下探10度左右。即将开始四天的连续假期，以温度区分呢，大致上可以分成，周六一直到周一的清晨这段时间是属于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影响，而迎风面呢，在北部东半部地区呢，明显偏向湿冷的天气状况，中南部降雨几率稍微偏低，那温度的部分呢，在北部局部地区有机会出现10度到11度左右的低温。随后呢，在周日的下半天一直到假期结束这段时间，将会受到东北季风以及南方云系的影响，各地的天气状况呢会比较偏向湿凉，而各地降雨的几率也会明显的提高。过去的一年呢，全球温度还是持续在增暖，那就整个历史来看，大概排名第4名左右。那台湾呢也不例外，台湾过去呢这一年温度也是排名第5的很暖的一年。的确，回顾今年的天气状况，温度偏暖的月份居多，五月和十二月偏暖程度更为明显。2018年也是历史记录中平均气温第5高的年份。至于在年降雨量部分，只有嘉义以南是正常到多雨，其他地区则是雨量偏少。但八月由于是受到了热低压和西南气流的影响，使得中南部发生极端多雨的特别状况，也是极端气候变化的表现。至于天气冷，这也算是天冷症候群，有人会感觉肩颈酸痛或是膝关节疼痛，这是因为肌肉紧绷以及关节液流动性差所引起的，这时候做好保暖很重要。另外呢，还有一些 paper 请您赶快记下来了。56岁的张女士1年半前右脚膝盖因车祸开刀，只要天气变冷，疼痛就更明显。有差距，因为这个会比较硬嘛，你走路比较不方便嘛，也会酸痛。气温降低，像张女士这样肩颈酸痛、膝盖痛加重的患者不少，大多是关节炎、筋膜炎或肌腱炎疾患。天气冷起来，整个身体就紧绷了，肌肉也会绷得比较紧，关节液的这个活动流动性就比较差，就会变痛。舒缓天气冷加重的慢性疼痛，第一个就是做好保暖。另外，家中温度控制在19到24度，湿度控制在40%到60%，加上运动、伸展、按摩、热敷、泡澡都有助于改善。热敷可以，另外就是说可以照一些红外光了。那如果说是有其他的问题，比如说有发红肿啊，那这个时候就不要再热敷，这时候热敷反而会更严重。不过要提醒民众的是，万一疼痛感觉不同于以往，或是越来越严重，还是建议就医检查。大爱新闻张国丹、蔡玉凯台中报道。天气冷，流感还没进入到高峰期，疫苗又有异常。疾管署证实，赛诺菲幼儿流感疫苗有黑色异物出现瑕疵，紧急停用，退回原厂送验，要等到3个星期后报告才会出炉。但是同批号14万剂疫苗已经打完了，而目前统计在全台疫苗总计还有48万剂的缺口，让各界担心防疫会不会出现漏洞。仔细一看，疫苗上方竟然出现不寻常黑点。高雄市卫生局27号通报，赛诺菲生产的0.25剂型流感疫苗出现瑕疵，紧急停用。但同样批号15.7千多万，从10月8号开始陆续施打，目前14万剂都已经使用在幼儿身上，甚至还传出4例不良反应。可能是一个时序的相关，也不一定是跟英国有关系。0.5cc 还有13万剂，那0.25cc 大概还有3.6万剂。如果说幼儿这边有缺的话，当然是可以用这个推办的方式来做。从今年10月底开始，公费疫苗第4次出问题，目前还有48万剂缺口，校园施打率比往年少了1成。而即将进入流感高峰期，又爆出警专学校 A 型流感群聚疫情，172名学生出现类流感症状，紧急停课6天。但有立委质疑，从去年10月到今年为止，校园群聚爆发超过200起，但除了台北、基隆、新竹、云嘉地区之外，其余16县市通通没有定出流感停课办法，中央地方不同调，恐怕让防疫出现漏洞。看一般县市都是，抓个标准就是5日以上，
这可想而知，这是一个蛮慎重的事情，因为中央地方没有一个 SOP， 有时候要叫这些学校如果试从。国际的研究显示啊，那这个到底流感的在这个学校发生，那到底停课多久，还有它什么时候开始停课，其实都没有定论啊。如果停课了，那因为也没有办法确认学童是不是在家里哈，那对疫情的控制也比较有限啦。停课与否，后续还牵涉校方补课、家长能不能配合请假等问题，社会成本支出考量，恐怕都得交由相关单位讨论。疾管署未来也将召集专家进行研拟，希望让防疫更加完善。台新闻周晨叶琳台北报道。而这是照护更完善，新北瑞芳慈济仁医会进行今年度最后一场义诊，主场地在瑞芳国中，而过去三年学校用最低的租金支持慈济在家乡的义诊，仁医团队从这里出发，网诊家家户户。放轻松，要放轻松，连作业都没写。坐在患有妥瑞氏症的小女孩身边，静静听着她讲话，仿佛邻家大姐姐一般。他是就读慈大医学系六年级的赵若欣，把自己的专业应用在网诊关怀中。在陪伴过程中，其实感觉得到小朋友并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的抗拒跟人互动，他只是比较不知道怎么表达，或是可能我们平常大人忙于生活，没有时间听他讲话。但其实这样子，他有一个对象可以讲话之后，他的心思就打开很多。同样也是发挥自己专业的还有护理师赵以杰，因为自己的身体状况无法轮值医院的早晚班，但有义诊机会他不错过。不能够照顾临床的病人一直是我心里一个遗憾，所以说我就很想把握这样子的机会，就是透过义诊我可以接触或是帮忙到一些有需要的病人。北区慈济仁医会今年最后一次在新北市瑞芳义诊，除了六条网诊路线关怀走不出家门的患者外，在瑞芳国中也有定点服务。上个礼拜他就在床上的时候就跌下床，然后左边眼睛就会模糊，所以就想说看一下骨科跟眼科。他那个脚突然他这样按一按，结果那个水肿，我看的也吓一跳。瑞芳国中与当地里长的支持，让慈济仁医会服务偏乡无后顾之忧。这天慈济也特地致上感谢状。我们用最低最低最基本的一个租金，邀请大家能够在地里面呢做服务，所以这三年来真的是让所有的爷爷奶奶，甚至我们这些弱势的家庭，其实都受到会非常好的一个医护的照顾。仁医之爱生根偏乡，带动起来的爱，让更多人都能成为别人生命中的贵人。台新闻，这是美智工台北报道。谈到生命中的贵人，这一张卡片呢，翻转了他的命运。刘庸生过去嗜酒如命，槟榔不离口，体重破百，一生都是病痛，连家人都快放弃他，注定可能会沦为街友了吧。但是一个因缘，他遇到慈济志工，送了他一张卡片，从此他大彻大悟。到底卡片上写了什么？因为环境的关系，上班的时间若有闲，大家烧酒就来啉烧酒；下班就去卡拉 OK， 啉到十二支长，费用送便宜。这是我人生上黑暗的时阵。想起以前的荒唐岁月，刘庸生很后悔，不止身体搞坏了。家庭婚姻也破碎，但就在人生最低潮的时候，他参加慈济岁末祝福，师姐给了他一张祈愿卡，欢迎大家来做志工。这一张卡片翻转他的人生。听到乡人的佛法开始，渐渐我倒煮素嘛咧开始食素，烧酒、槟榔的坏习惯拢偷偷咧改。在慈济志工的带领下，他开始投入环保。你今仔利用休假时间来做环保，环保站的味唔是介好味，我嘛学着忍耐。做环保了后，学着爱惜物命，是一件利人利己有意义的代志。如素之后，让他从体重100多公斤降到70公斤，整个人脱胎换骨，以前的不好习气慢慢转变。常人讲，袂当改变别人，先来改变家己。身体力行做环保，上重要的是常人讲的，对的代志
做就对啊。加入慈济后，他从一个整天只会喝酒、无所事事的人，现在可以做好事，跟众生结好缘。他感恩慈济愿意回收他。目前他正在参加志工培训，即将受证成为慈济志工，共行菩萨道。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简宏海、吴世明、陈龙胜台中报道。真言上人岁末祝福行脚来到高雄，上午和资深志工以及实业家温馨座谈。另外，大爱幼儿园的小朋友带来竹筒，要帮助国际的受灾的灾民，而他们的进场方式也相当可爱和特别。高雄大爱幼儿园小朋友个个拿着竹筒铺满，里面都是他们平时存的零用钱，象征回归慈济竹筒岁月，要帮助施工上人去救人。天下还够有真济，需要咱去帮伊建设，无分济少哈，点滴啦，做到的代志就对。稍早真言上人则是跟高雄资深志工温馨座谈，上人感恩弟子多年来的付出，同时更期许弟子不要受到年龄限制，要秉持出发心，增长智慧。咱来专心行地，吼，真真正正，咱的迄个智慧，迄个做过慧命啦，爱捡着。咱逐工伫咧做诶，做做起有对人间有意义，这叫做慧命。另外，对于高雄实业家真言上人，则希望实业家们除了平时忙事业，更要放慢脚步去了解世界苦难，唯有踏出去自己动手做，才能够见苦知福。大爱新闻学林林道明高雄报道。也是学习到竹筒岁月以及福慰红包的意义，慈大附中和慈大附小都举办了岁末祝福，而适逢大学学测即将到来，慈中的校长和师长们特别陪伴学生一起来祈愿。我们砥砺前进，以后争取佳绩，争取佳绩。戴上必胜头戴，表示大学学测即将到来，正在最后冲刺的高三生，透过岁末祝福来发愿，每个人立志要考上心中的理想学校。就好好的努力加油，就是把握住每一分每一秒，像可以读书的机会，然后在考场上发挥自己最大的能力。小小年纪也能整齐划一的比手语，慈大附小三到六年级的学生们收到竹筒岁月和福慧红包，在成长过程中能够慈悲喜舍与福慧双运。里面有三个稻米，还有一个佛，然后让我看到了，我想起师父的心意。学生们都虔诚唱出心中的祈祷，愿天下无灾难，也带着满满的祝福迎接新历年的到来。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陈科目花莲报道。近思阅读书轩在宜兰大溪国小正式启用，也是宜兰第七间近思阅读书轩。这一所学校呢，创立于1918年，今年正好满百岁了。百岁老学校写下新扉页。请揭牌。今年刚过百岁生日的宜兰大溪国小，也在2018年的最后几天正式启用近思阅读书轩。虽然空间不大，却提供500多种好书，让同学文书香读好文。书很丰富嘛，因为有心灵励志、健康、医疗、教育、人文都有。孩子小小的心灵很单纯，让他们在小小的心灵种下美善的种子。原先的图书馆因为设备老旧，于是利用校园的闲置空间建置阅读书轩，吸引许多学生与家长来访。舒适的读书环境加上周遭的自然景观，也提升了孩子们看书的意愿。后面的那个铁门打开啊，就可以看到一望无际的太平洋。那前门的话呢，走出去啊，坐在走廊下面就可以向后去仰望哈我们的青山啊，所以是实在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点。我们希望说啊，除了小朋友啊能够阅读方便之外呢，我们也希望说啊，社区的人士啊也能够来跟我们一起享用这样书轩的资源。
阶下静思语录，书中妙语令人省思。同学们在看的过程中有所体悟，并制作书签与卡片分享给志工，也感谢他们的付出。大爱新闻范秀一颗信致宜兰报道。慎重追远，保留传统文化，在大陆江西莲花县的乌场村，400多年历史的九祖祠老旧破损，此际参与了援建修缮计划，由湖南长沙的志工团队跨省关心，也发现在村子里还有他们可以多付出的地方。环保工作不能独善其身。湖南长沙的慈济志工大老远到江西乌场村，逢人就宣导爱乡爱地球理念。那个纽扣电池，如果我们不小心把它扔在水里，它会污染我们600吨的水源，相当于我们一个人一生喝的水就被那一颗纽扣电池污染了。纸可以再利用，塑料也可以再利用。下雨了，但是这个如果倒在地上，就对我们的环境影响很大。通过实做实操的一个学习。他们感触就非常深刻，他们能够马上的就能够接受这些环保的理念啊，甚至包括行善行孝的理念。此际在民风淳朴的乌场村进行九祖祠援建暨乡村振兴计划，以环保、慈善、人文与教育理念带动发展，以传统文化来提升村民的素养，以慈孝精神建设乡村的文明，以志愿精神来促进乡村治理，以环保意识构建宜居家园。村民凝聚力量，为打造美好乡村努力。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王美水、刘燕京、胡胜勇，江西报道。都说救人一命无损己身，两位青年到花莲慈济医学中心捐出了周边血干细胞。谢婉玉本身就是护理师，救人是天职，而另一位空军上尉殷明泽先前有配对到3次，但都因为受损者的状况而没有成功捐出，而这一次呢是第4次了，他赶紧把握好姻缘，甚至戒烟，要给受损者最健康的周边血干细胞。收集一滴滴珍贵的周边血干细胞，捐赠者谢婉玉很感动。本身是护理师，曾经在花莲慈济医学中心任职4年，2013年帮忙一场抽血活动，自己也建档，没想到5年后能有这份幸运配对成功。因为有地中海贫血，没有办法捐血，所以其实那时候其实蛮难过，就是没有办法就是捐血这件事情，然后没想到可以。就是现在可以利用这样子的方式，等一下这袋血就是出去之后，可能可以帮助一个人，或者是甚至救了一个人这样子。不会担心啦、啊，也很高兴啦、啊，就可以救人啦、啊。头晕头痛。哦，没了。恶心想吐。不会。就快完成捐髓，空军上尉殷明泽特别激动，因为他前前后后配对了3次，其中一次还是他罹患血癌的父亲，但却因为受赠者的状况都没有成功捐出，而这次是第4次配对成功，赶紧把握机会，甚至戒掉了抽烟的习惯。因为我怕我血液会带给受髓者会有影响，所以才想说改善自己的一些不好的习惯。希望接受我骨髓的那个人啊，你能健康快乐。他很怕病人，也会等不及，因为他有说过他的爸爸从发病到往生，其实短短的只有3个月的时间。那他很害怕一个生命如果因为他的延迟等不到，那对他来讲又是一件非常伤心的事。奉献自己一点点力量，就能让患者有重生的希望。救人一命，无损己身，也期待有更多人投入捐赠的行列。大爱新闻谢云山翁国家花莲报道。南半球澳洲正值夏天异常炎热，热浪席卷下飙到49.3度的高温。艳阳高照，酷热的天气，大朋友小朋友来到公园喷池消消暑。It's not super easy for people to get to the beach, so it's just a good place to bring some kids to cool down. 炎热的天气，澳洲民众纷纷到海边避暑，度过特别热的一个耶诞节。连续好几天高压笼罩部分地区，澳洲5个省份遭热浪袭击。西北部小镇马布尔巴更测到49.3度超高温，
比起往年平均温度高出8度，其他地区也都暴露在40度高温之下。Look at Marble Bar, 49.3. Some areas in the northwest have had now, well, today will be day 28, over 42 degrees. Look at this, 16 degrees warmer than it should be in Adelaide, 43.7, and then Canberra, 36.5. 热浪将从西北部往东南部地区持续蔓延，酷热的天气形态预计将会持续好几天。政府单位忧心可能引发林火。It's drying out the landscape. It's really starting to dry out the landscape. We've been fortunate to have a more favourable October and November, but this is really going to start to dry things out enough that we could start seeing fires once again in the landscape. 这波高温恐怕一路持续到跨年期间。气象单位表示，已经在西澳、南澳、维多利亚部分区域发布大火警戒，提醒民众小心。大爱新闻杨晴编译。这个更要慎用，开车带宝宝出游时一定要让宝宝坐在安全座椅上，而且要特别注意安全带的必须紧贴身体才能发挥最大功用。但在美国，一位保姆啊，为了一时方便，把宝宝固定在安全座椅上，把他留在家里，然后出门看医师，回来的时候孩子没有呼吸，脸色发紫，送医之后宣告不治。笑容甜美的蜜雅是父母亲的掌上明珠，更是两人盼望已久的梦想。I was so excited to have a little girl. 但这样的幸福很快就瓦解，因为17个月大的蜜雅被发现时躺在汽车安全座椅上，已经没有呼吸心跳。事发当时，蜜雅的保姆维勒拉因为要出门看医生，把蜜雅固定在安全座椅，留在家里。回来的时候发现蜜雅不对劲，马上请丈夫叫救护车。One of the babies in my wife's daycare is not breathing and her face is purple. My wife's doing CPR. Is she breathing yet? She's got bubbles coming out of her mouth. Her toes are blue. 但还是来不及，蜜雅送医两天后宣告不治。调查结果显示，蜜雅是因为姿势错误而窒息。It's basically when you don't have your head in the right position to be able to breathe. Their head can actually fall forward and block off their airway. They start moving around and they can get themselves caught or trapped.专家提醒，宝宝安全座椅是设计在车上使用，不是用在日常照护。另外，把孩子固定在安全座椅时，要特别注意安全带的松紧，尤其使用时不能穿着大外套。因为安全带与身体之间会有空隙，无法固定好位置。Nice tight fit of the harness to the child's body. You should not be able to pinch any webbing up at the shoulder, and this harness clip should be at armpit level.安全带需紧贴身体，遇到刹车时，孩子就能牢牢固定在座椅上。多一分注意，就能少一分遗憾。大爱新闻黄敬婷编译。而这是年终的施政成绩单，行政院举办了年终记者会，列举了10项国家与经济民生的重要立法，其中包含了劳工权益、原住民权益、大众运输安全以及全民减税优惠等等。行政院发表一整年的工作重点报告，民众最有感的部分应该会是在经济发展层面，重所税最高改成40%，月薪30000以下也不用缴所得税，而明年元旦开始时薪变为150元，基本工资也调涨到23100元。加薪的动力在明年是会非常的强大，因为今年国内银行从1月到11月，它的税前净利。从3400亿增加到3600亿，单单是银行业就增加了200亿元。郑月指出，大约有40%企业有加薪意愿，赋税改革则有超过540万户家庭受惠。而院长赖清德则是强调，明年将是地方创生元年，也会是双语国家元年。经由地方创生的推动啊，让人口集中在城市，然后乡村空洞的问题可以逐步解决。那另外呢，双语国家的推动也能够让台湾啊从全民啊，然后从需求面，然后提升台湾的竞争力。政院2019年定出三大目标 ，GDP 成长率要在2.4%到2.6%之间，失业率控制在3.7%以内，消费者物价指数不上涨超过2%。同时也预告农历年前会释出刺激内需的政策，促进景气发展。大爱新闻环节，徐英豪台北报道。
般印象中俄罗斯的国家禁卫队展现出战斗民族强悍的形象，但是为了配合冬季佳节，禁卫队成员在红场上大唱流行歌，甚至还在镜头前扭腰摆臀。所以最后你快来看看吧，也赶紧收看这一节大爱午间新闻，祝您平安顺心，我们再会。